智慧啊，淹上来，还有天花板，所以不会掉下来。然后它有气窗，可以从这样出去。那长期这样淹熏，所以那个都不会蛀虫。小便虫、大便虫，都是青蛙吃气的。那这个当初我差一点被呛了。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已经被拆下来放在那里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这个功能，第一个对社区居民来讲，大家都可以来使用。那有人提出来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一般一样丢出去呀、啊？然后就有收入啦、啊，然后他会来给你呀、啊。但是呢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社区居民就来使用，我们要用它。